现在我宣布，对后市沟村新农村建设明星村称号的评选结果，后市沟村落选。放放放放，慢点慢点。关羽罢免村主任李建安的村民，请问说，在他当村主任的时候，除了挪用水渠款的事，除了农药输菜的事，除了煎饼猴子市垮塌的事，除了案子开小会。 罢免孙书记的事，以及评选明先村垮台的事，这一切的一些说明了什么？他作为村主任，极其不合格。按照咱们村村民委员会的原则，五分之一以上有选举权的村民或三分之一的村民联名上书，就可以把罢免他的提案报上。为了咱村的明天，我就是跑。 通宵跑断了腿儿，我也挨家挨户的把这签名跟手印给跑出来。